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，人们生活节奏快，工作压力大，饮食油腻，运动量少，加之生存环境的污染与恶化，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，严重危害人类健康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血液中甘油三酯、胆固醇等脂类成分的增高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，而富含磷脂、氨基酸、不饱和脂肪酸、虾青素等关键成分的南极磷虾油对调理血脂平衡具有显著作用，近年来备受追捧，成为养护心脑血管健康的热门产品。纽维兹南极磷虾油是绿叶科技集团高品质营养食品的典范之作，下面让我们用简单直观的测试亲眼验证其出众的品质。一、溶解油脂测试。我们用饱含脂肪的食用油代替血液中的血脂，为大家演示纽维兹磷虾油溶解油脂的测试。在两个锥形瓶中各加入150毫升纯净水，再分别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盖紧瓶口，用力晃动，可发现水和油仍然分层明显，水无法溶解油脂。向其中一瓶挤入纽维兹磷虾油软胶囊的内容物，盖紧瓶口，用力晃动，食用油瞬间溶解在水中，这说明纽维兹磷虾油对于溶解脂肪具有明显的效果，人体摄入后可帮助血液系统代谢脂肪，平衡油脂，降低心脑血管系统的患病风险，保护我们的健康。二、水溶性测试。生活在南极海域的磷虾是大自然孕育的生命奇迹，纯正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富含人体健康所必需的氨基酸、磷脂等重要成分，但因为来源珍稀，并非所有磷虾油产品都能做到货真价实，甚至有不少产品用普通鱼油或大豆油冒充磷虾油，以次充好，欺骗消费者。因此学会辨识磷虾油的品质很关键，而鉴别方法也十分简单，就是看它是否能在水中充分溶解。纽维兹南极磷虾油提取自纯正的南极磷虾，水溶性很好，品质较为突出。在三角瓶中加入150毫升水，挤入纽维兹南极磷虾油，盖紧瓶口，用力晃动后即可看到，纽维兹南极磷虾油已经完全溶解在水中，服用后极易被人体吸收。再选择一款市场售卖销量较大的磷虾油产品，用同样的方法来测试它的水溶性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即使用力摇晃多次仍然无法溶解，其吸收率和服用效率自然大打折扣，无法保证。通过以上简单的测试，可以总结得出
纽维兹南极磷虾油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和溶解性，是高品质的心脑血管保健产品，建议25岁以上的人群每天服用。呵护健康，我选纽维兹 Nourish 纽维兹。